是一点都不过分啊。现在就来看看他鬼斧神工的纸牌技巧。纸牌练习就花了十多万，苦练再苦练，还一度练到手指发炎。就这样靠着让人目瞪口呆的演出，加上独创的纸背洗牌，在今年第一届世界极限花式纸牌大赛击败了全球31位高手，勇夺冠军，再度成为新一代的台湾之光。感觉那个爬就是跟他的手，你在干嘛？那这一次在训练你的手的那个柔软度、柔软度、灵敏度。你这个训练可以变大，训练柔软度可以变。哦，没，他难怪可以，你看那个手指都是这种棋盘嘛，你的手是完全盖住牌面。后来我就想起了手背，然后接近纸背。我要帮助的牌到别人大小背，哎，你们小心啊，不要被扑克牌杀掉啊。这是太神奇啦，李荣勋你是陈小刀吗？看一下我们如何单手把牌放到手背上，有没有人有单手这样？喂，对，单手吧，放到原来这放在手背上，对，整部放，哎对，一般都会想就是这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下场应该都是一样，这个叫做下场都是一样。那您是怎么？那我示范一下，其实蛮简单的。哎，啊，再来，等一下，我请问一下，在这个姿势下有办法做一个开扇的动作吗？不可能的，像我刚刚有做一些开扇的动作呢。像刚刚像这个动作，小指头需要的力气相当大，非常大。哇，